歌坛的王杰带着小师妹王心凌一同为先天后天疾病的弱势团体募款。我们要帮助啊，很多像植物人啊，还有过度肥胖的有朋友啊，还有就是玻璃娃娃，对哈，对啊，为他们筹款。做公益一向不遗余力的他，在演唱时还不忘呼吁大家发挥爱心。久未出现荧光幕前，王杰在现场频频签名，魅力丝毫不减当年。而师妹王心凌为了成为新的少男杀手，劲歌热舞丝毫不怯场。两人发挥自己的号召力，现场义卖摄影作品，募得20000多块钱，也请大家一起做公益，为弱势团体尽份心力。 SD 新闻陈兆荣、刘唐耀台北报道。